所以啱有人話有冇誒陶傑啊，識共產黨嘢多你好多，就先我當然係，我唔承認嘅。你叫佢同我鬥數，由國家主席、中共嘅總書記逐個逐個數，加埋對副主席、副主席啊乜柒，一定數唔贏我。唔係你背呢啲嘅原來，咪好節目求其背多噏不出，好似睇翻星期六、星期六、星期日嗰節目。嗱，佢中我唔需要拗係邊個熟唔熟啊，而係佢識睇形勢啊嘛。點解我唔係我哋呢度你都可以分析嘅？點解陶傑會出現嗰啲？在兩集節目入面出現那些維穩思維，好就收呢、嗯、你可以話他是哎呀為政權維穩負面的、嗯、或者正面的，哎呀無謂搞了，共產黨不得罪得的，有些人就是激怒共產黨，去到這樣算了，都拿到一些東西，第一下什麼都拿不到住，不是啊，你就算我當你拿到了、啊、是不是可以這樣放過他們呢？人命沒有一個，那些警察還要覺得委屈，屌你老母，你竟然可以覺得像委屈。